陈叔叔，徐丽，你来啦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要把这个宝盒打开，怎么就打不开了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打不开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吃饭，没吃饭怎么能有力气打开它呢？哦，对，我忘了吃饭了。来，我们把饭吃了。哎，好。真棒！嗯，密码是八四一，为什么是八四一啊？啊，公元前841年，国人暴动，这是中国确切纪年的起点。对于我们考古学家来说，这三个数字比自己的出生日期还重要呢。嗯，哎，哎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！哎呦，会被氧化的。我终于把它打开了。这可是精绝女王的宝藏。学家来说，这三个数字比自己的出生日期还重要呢。